哎呀，以前我在路边街的又在修面的了，那老汉们就给弄小板子在做修面的，现在好多年都不见了。对，是的，现在，我想到你们家里现在还有这个了。对，现在一般都进店里边了，不像以前那种在路边摆的了。这个温度可以吗？可以。闭眼睛。
Thank you.